我进来了，然后一进来他们就送我一个这个，他们说今天是五周年，所以送了一个这个。 他们说头是可以喝饮料的，然后身体有爆米花 ，popcorn， 谢谢迪士尼，谢谢上海，也送了一个帽子。 怎么样，还可以吗 ？Cute， 不带了。